观众好，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在电视机上向各位传讲约翰福音的信息。我们今天的信息还是继续上一次在这里讲的约翰福音十八章第33节到40节的这一段经文，上一次没讲完，所以这次我们继续下去，请各位再听这段经文所说的话。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认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城堡必要征战，是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这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特为借真理做见证。凡说真理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这一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就是一个罪人，一个犯人。你们要我给你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巴拉巴是个强盗。”各位，我们上一次在这里讲到第十八章，讲完到36节。我们在讲到36节的时候，特别提到主耶稣答复他这个比拉多的第二个问题，说：“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没有直接答复他那个你做了什么事，但是在第36节给他讲的那些话语，似乎是间接的答复了他头一个问题，就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因为那个问题主耶稣没有直接答复，就留在那个地方，反而就问了他的问题，问了这个比拉多的问题，啊，比拉多没法子答复，所以只好先问他第二个问题：你既然这样，为什么犹太人一定要杀你？到底你做了什么事呢？主耶稣也没有直接答复这个问题，他反而给他讲36节给他讲得到，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啊，若是我的国属这世界呢，我的城堡必须要征战，不会是我落在这个犹太人的手里面，这是我的国，不说这世界。”主耶稣基督这个第36节的话语，这是一方面向这个比拉多传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从出来一直到末了，我们都看见一件事情，他向世界上人宣布他是王。啊，他一出来说：“天国尽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啊，在末了要上耶路撒冷了，要上十字架了。他末了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他向世界上人宣布他是王，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的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了不起的一个信息，一直是从头到底恢复了，我仍然继续做到了神托付他的这个责，传天国福音的责任，到死以前，他好像还是如此。但是间接的来答复他头一个问题，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在那里他没有答复他，现在就开始答复他，但他的答复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他：“我的国啊，不属这世界。”就像这个比拉多给他很清楚的写明，
耶稣基督的国同世界上的国不一样，世界上的国是政治性的，耶稣的国不是的。所以你不要用这，你不可能用政治的罪名来定我，把我定作死罪，我的这个我要到地上建立的国呢，是同世界上的国完全不一样。世界上的国是用战争的，我这个国是和平的，世界上的国是用权力的，我这个国是用牺牲的，世界上的国是用强暴的，我是个平安的，世界上的国是要统治人的，但是我是服侍人的，那这个是天壤之别的。但讲了这个福音道理以后，我敢相信贝拉多他心里一定很受感动，换句话说，就说这样的话开启了他有一个追求世界上的那一个国的那个一个另外的一个高层的国的一个心情。主耶稣讲的那一个国的一个心情，为什么呢？你从下面的话就看得出来的。所以等到他讲了这话以后，今天的经文呢，就给我们看见贝拉多就问一句话，推上去问一句话，说这样啊，基督耶稣我的国不是这世界吗？说这样，你是王吗？弟兄姊妹们，你觉得不觉得这句话同他初初问的耶稣头一个问题的话是不是相同？不相同，这是他第三个问题。不相同，这个你是犹太人的王吧？如果他是犹太人的王，那么他是个政治犯。显然说你是王吗？若是你讲的那个不是世界国的那个王，你是王吗？那个就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贝拉多来讲这个话的时候，似乎你可以看见他对主耶稣基督的话稍微有点领悟了，领悟了他觉得有一点对于那个属灵的事，不是世界上的事，好像似乎有一点味道了，他要去探照他一样。那么你是王吗？那这个话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不是没有答复说我是王呢，不，主耶稣说你说我是王。主耶稣真是聪明啊，你看没有，说你说我是王，他下面说我是为此而生，我是为此来到世界，我是他为真理做见证。你看看主耶稣基督现在 confirm 他的话语，不过他讲得真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主耶稣基督他向这个外邦的罗马的政权来征服犹太国，来管理犹太国的这样一个人，今天向他传一个天国福音的道理，也告诉他说他真是王，答复了他头一个问题。但是呢，又是不是答复他头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他不是犹太人的王，将来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他没有讲，但是他说我的国不是这世界。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贝拉多不能怪他说你是王吗？他感觉到了他心中可能有这个渴慕的心，要想要晓得耶稣基督所要传的那个天国的福音，虽然没有明显，不然的话呢，他不会出去跟他们讲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若是他这个王是政治性的王的话，他一定有罪，显然他是个不是政治性的王，是另外的一种王，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也从来没听见过的。哎呀，真是很得志，是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不但是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我为着这个目的而生的，为这件事而生的。他说我也为此来到这世界他为着这样的一个来到世界，他我也为真理做见证。中文把它翻作有三个位置来证明主耶稣基督实在是王。若是讲到他是生的话，他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我来到世界是什么意思？这两个都有他都有他的真正的意义的，表示什么呢？表示一个是表示他来的目的，一个是表示他就是王。就说我 to this end I was born， 他就是王，他生的，懂吧？这个王是不是像平常人用那个政权或者是用武力来 no， 他生的，他神生他的，
他到世界上来是道成肉身的，生来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他是为这个事情来的，让我们看见神要接触他，再一次在人类中间掌权，是人类脱离黑暗的统治、罪恶的压迫，能够真正过一个光明的、喜乐的、有生命的、自由的一个生活，是了不起的一件事。他说：“我是要为真理做见证的，为真理做见证的。”哇！然后现在我请问，你想想看，他这个讲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我为真理做见证，他的往来，这是他最要紧的目的。他不是像别人一样的，他为真理做见证，难怪啊！毕拉都要问说：“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你看看，这他第四个问题，你会看见已经脱离了他起初说你是犹太人的王，那个政治心地要审判耶稣基督的事。所以我说这个不是审判了，是他们彼此的交谈。他在问道，什么叫真理呢？我们今天有多少的人，我们都是什么呢？我们都是在追求真理，科学的研究追求真理，哲学思想的人，我们都追求那个 ultimate concern 的这个真理，啊，那个终极考虑的一些问题，宇宙怎么来的？有没有神的存在？啊，我们人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人到底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啊，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是来追求这些东西。还有一样是说，我到底怎么做是合不合理？有没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里头，我们认为无论是佛教的、人文的，啊，都是有一定的规范、一定的定律、一定的原则，所以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注重道，啊，我们这个常常说是一个注重道的一个民族。我们常常讲，这是什么道理啊？你讲不讲道理啊？岂有此理，啊？这个像这样的话。所以你会看见主耶稣基督来，他是要把这个我们人所不能晓得的把它打开，使我们真正的懂得什么叫做真理。那照世界上人来讲，啊，真理呢它有五个定义。他讲第一个定义呢是什么呢？是个 actual state of a matter， 换句话说就是事物的真相，啊，actual state of a matter。第二，这个哲学，你就哲学人讲真理到底是什么？他说是 indisputable fact， 是不能辩论的一种事实，你没办法辩论的，啊，虽然可能有的时候你不懂，但是你不能辩论的，啊，一个辩论的事实。第三，他什么 actual existence， 是真实的存在，啊，真理。好，第四呢，讲什么呢？但是 fundamental reality 就是基本实际。第五呢，什么是真理呢？是 agreement with a standard， 是共同认知的一个标准啊。这个 agreement with a standard， 这个 standard 是个标准，这个标准是我们大家都同认的。找哲学家的人告诉我们说真理是这样的。但弟兄姊妹们，就是人讲的这些秉着现象来推出来的这五个真理的定律还是有问题的，还是有不能够完全解决的。但是真正的真理了解的，能够叫我们得做满足的，啊，能够看见从黑暗中间出来，我们知道到底这是什么，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实在的，什么是最要紧的标准。那像这些东西，只有这个真理它有光才能够照亮我们，让我们才能知道，也是把我们从黑暗中间领出来呀，啊，这是耶稣基督在这里给他们讲的非常非常要紧的。那各位听众啊，以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常常称他为救主。在英文很清楚，他什么呢？他 Savior， 救主。好，实际上在
新约圣经里面很清楚嘛，除了我们接受他个人做我们的救主以外，我们口里还要认他为主 ，Lord。Savior and Lord is different， 而且这个 Lord 这个字，在圣经里的用法是神的代名词，神的代名词，特别在旧约里面看见，那是他是什么？他是至高者，那至高者君王就是至高者吗？他是什么呢？他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个人的王，是我们的主宰，是我们的主。所以一个真正相信他的人呢，是什么呢？是把他的人生完全交给他来统治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这个话，不单是他是神国的这个管理者，是统治者，而且他什么？他也是我们个人生命的统治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基督徒的人生同别的人不一样。我们可以造你很多的难处，像世界上人一样造你难处，因为我们住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被败坏管辖的世界，被败坏管辖的世界。所以我们一样的造你这些事，但为什么我们造你患难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的惊慌，我们却而且有那么样的宁静，因为我知道我们已经把生命交给这位至高的神的儿子，就是那位做万王之王的那位基督，他一定会处理，他一定会带领我们的经验，也正是这件事，从这方面也正是每一个基督徒那这叫必须要走的路，那是一个完全的路，不然的话你的信仰不完全。 OK， 但为什么呢？为什么有的人不肯接受他呢？就是为这样的缘故，就因为他是王了，又接受了他，听了他的道理，好是好，他不肯相信，为什么？他就不能再做他心里平常要做的事，若是你要做这些事，你必须你接受他，你这些就不能做，你要做这些，你就不能接受他。正好像第二次大战，这个日本有一个传道，有这个传道人有名的叫可高瓦。他是一个 Princeton 的这个 PhD 的一个学者，他是个传道人，他为着这些这个东京贫民窑里头的那一些穷苦的人啊，还有一些妓女啊，这些为着要去救把他们拯救出来，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他自己去租一个小小的房子，同他们一样的生活。我说这个人他就在了当时的日本的社会里面成了一个相当有名的人物，大家都非常佩服他的。当这个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起来，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头一个起来反对的。为着他反对，所以这个军阀，这个日本的军阀就把他捉起来，关在监牢里面。为什么呢？显而易见呢，他传教的福音，同他们所做的事不合适，不能这样，两个不同的国家。两个不同的体制，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把他关在监牢里面。正好像有一个基督徒的太太，我怎么样去带他先生信主？这先生明明晓得，我们给他讲，他都在赞成，他也知道福音的好处，但他不肯接受。最后问他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老师，我接受了，我就不能做现在我所做的生意。”你看见没有？啊？这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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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的。这就是为什么缘故，当这个贝拉多问耶稣说真理是什么的时候，哎呀，当我初初走到这里，我的心就跳起来，巴不得这个贝拉多能够停一下，不要立刻走出去啊。为什么呢？让主耶稣可以直接答复这个问题嘛，到底真理是什么。像我刚才讲的，这些是我们念哲学的人都晓得，这个哲学家试试看要给真理定个定律，但是不完全啊，不完全。到现在我们真是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真理晓得，但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个人真正了解。这就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苦闷，这就为什么有的文学家走捷路，这为什么这些哲学家他会想出来说人生活着是荒唐的啊？
所以不管他是承载主义也可以，结构主义也可以，我说结结构主义也可以，都是一样的。他怎么样呢？他立刻出去。为什么立刻出去了？他晓得他要维持他现在这个职位，他不能够再研究下去了。若是再研究下去的话，他现在的职位没有了，他面对现实他就忘记了他的永恒。一个人这个现实，他就不会想到他永恒的问题。他出去了，他们没有等耶稣再讲。我说，若是耶稣跟他讲的话，我敢相信他就立刻会改变他整个的人生的态度。但他为着现实，像我刚才讲的，为着现在的生意我不能做，我不能接受这位耶稣啊！啊，日本人因为要carry on 这个打仗的计划，他就不能够容忍那个可哇哇的这个不是的传道在东京可演讲。啊，等等，战争完了以后，他到了我们上海来啊，在我们上海开了一个很大的布道会，有不少有学问的人那一次功夫悔改信主的。所以各位朋友们，这是真的吗？他就是这样，所以他就出去了。出去了怎么样呢？出去他就向犹太人讲，我查不出他们有什么罪来。我现在请问各位，若是一个官长查不出百姓的罪，应该是什么？应该释放他的嘛，对不对？但贝拉多做一件非常某等的事。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贝拉多为什么也过没有得救？他就是这样不能做决定。他就对犹太人说，你们以一切的规矩要叫我释放一个犯人的，那么你们要不要我释放你们的犹太人的王？那这是耶稣讲的。哎呀，我真是看了我心里很难过。既然他们有罪，为什么要把他当一个犯人的释放他？是不是自相矛盾啊？这个难怪他这句话讲了以后，犹太人逼他大声的喊着说，不要这个人啊，要巴拉巴，不要这个人，我们要巴拉巴，巴拉巴是个强盗。我相信贝拉多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有讥笑他们的意思啊。好了，让我这个时候释放你们一个犹太人的王吧。哪晓得这个讥笑的话触动了他们。我相信他们下面的话喊叫不要耶稣，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是这句话引起来的。真可怜啊，真可怜。但是当他们大声这么呼喊的时候，我就觉得贝拉多也是很惊奇的。他们不要耶稣，他们要巴拉巴，圣经里面就著说巴拉巴是个强盗，一个对人民有益处，对穷人有帮助，对有疾病人的医治啊，对那些在迷路的人指示他人生当走的道路，改变他的人生，像这样的对这些人，不要讲到他天国的道理吧，就讲到他在社会上所做的这些事对犹太人有益处的。那么这个强盗呢，杀人放火，不然的话怎么会关起来啊？怎么会要定期要定十字架啊？弟兄姊妹们啊，你可以看出来，人宁可拣选那个对有害的，而又放弃那个善的，对他们有益处的。我现在请问，这些人的理智到哪里去了？这些人的理智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我们的意志常常胜过我们的理智。人要说我们人是理智动物的话，我实在有好多时候很怀疑。明明晓得这个不好的去做，你这个理智到哪里去了？不要讲别的吧，吸烟、吸毒、玩那些不正当的性的关系，这些谁不知道这些不对啊？但这么人要做，那你会看见一件事：我们的意志何等薄弱。是从亚当犯罪以后，那个意志就变质了，你要做都做不到，要做都做不到，要做都做不到。所以我相信那一天贝拉多也惊奇了啊，竟然他们又拣选巴拉巴不要耶稣，他始终没法子解决这问题，圣经也没告诉我他有什么结论。那下一次第九十九章我们要讲的时候，我们就要讲到这个问题了，他怎么来处理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今天在这讲到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信息给你们的，除非你们肯投向在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基督的面前，
来接受他的生命。当你接受他的生命，有新的生命在你里面，有圣灵在你里面做主的时候，你就有力量。圣灵是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我们今天传这个信息给你们的时候，你们看到这一段耶稣经过的路程，那给我们有多少的启示，念着赐福给你们。我们今天虽然讲到这里为止了，我们为你们祷告，下一次的时候我们要继续讲下去，要讲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到最后的时候，这个贝拉多怎么样的把耶稣能够顶罪顶死罪， 让我们到最后来看到底这个人是谁。谢谢你，我带你们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电视上有机会讲完这一段经文。主啊，你怎么感动你的仆人能够敬拜主，各位心里面称他为主。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听了这段经文以后，能够是受感动，让我们不像贝拉多那样的摇摇晃晃的 waving 啊，又要又不要那个样子。求主纪念，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